现在教大家怎么使用 ZCUT-2 加湿机。首先装胶纸，先要拨动这个开关，手动。当它这个刀口胶口张开的时候，就可以装胶纸了。然后粘住，关上，开机。这个位置是调节胶纸与胶纸之间的宽度间隙。你如果想要它窄一点，可以贴多一点，你可以调节它的宽度。这个是可以调节它的长度的。如果想要它长一点，可以往逆时针方向拧；如果说要短一点，就顺时针方向拧。现在我们把它调窄一点，很明显，刚刚这些的宽度跟这些的宽度就不一样了，窄了很多了。使用很简单的，学习一看就是这样子。